喂，唔好意思啊，喂，好塞车啊！哇，咩鬼地方嚟噶呢个？今日嚟食素噶。你有牛肉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先生，我哋冇卖牛肉啊。不如试下我哋嘅啊，算啦算啦算啦。咁鱼有啦啩？有蒲京鱼。OK， 咁啊嚟个烧鸡啊。我哋冇卖烧鸡啊，但我哋有宫保鸡丁，要唔要试下？都得啦。烧鸭，鸭我哋冇喎，但我哋有鹅。啊，是但啦，是但啦，是但。咩餐厅嚟噶？你呢个真系鸡同鸭讲啊？请问要饮啲咩咧？红酒，要82年嗰只。我哋冇卖酒噶喎。系啦，食素有咩好啊？嗱。我给你1000元，你吃一嚿肉，冇可能。10000啦，我话我唔够意思，一嚿肉10000，食唔食？识唔识煮噶？我等埋条鱼先啊，菜都嚟齐噶啦，呢个咪鱼咯。咁只鹅咧？呢个唔系鹅？呢个系鹅？系啊，斋鹅啊！你呃我咧？边个呃你啊？呢个明明系鱼，仲话唔食肉？嗱，嘿嘿，嗱，呢个咕噜肉系真噶啦啩？啊？你几时有见过呢一种肉？咁有一日，如果你到咗个荒岛，咁嗰边得嚿鸡俾你食，你知唔知啊？荒岛又点会有鸡咧？我话如果啊。如果啊，点解我要去嗰荒岛啊？激死人啊！你同你讲嘢，唉。